我跟你讲，我今天选中，我今天不唬烂，我今天真的选中了，聊到了，我就选一天跟他出来。这照片不会是诈骗集团吧？我是否据点了？有，我觉得这个蛮可爱的。不会用我出来买点数卡吧？约到了！我们15分钟后见，我们15分钟后见。聊天室，不要闹，好棒。我好尴尬，好尴尬，我的天，好尴尬。他会早来吗？还是他会晚来？我现在很尴尬。老板，你快点过来一下，我很尴尬。尴尬啊！我现在超尴尬的，因为我刚刚就是在做一档 YouTube 上面的工商，就是在这个 iPad 交友软体上面要约一个人出来，然后我就只好约到这边来，因为至少我认识你，可以保护我一下。如果他我等到8:05他没来，我就自己进去。他躲在某个定点偷看你，他会不会看完我之后就觉得说这个女生打他我不去。他会扮成一棵树，然后躲在旁边。你说自己拿那个树，然后躲在旁边。对，他会伪装。哎，我觉得前面这个妹子长得不错，哎，要过马路这个哦，要过来了哦。好。是这骑摩托车的是吗？啊，是这位吗？你跳下来了，是这位摩托车骑士吗？你好，是你吗？不是，我是来看戏的吗？你跟那个照片长得不像，你是聊天室吧？聊天室啊。你是聊天室？妈的，就我来了，等一下，聊天室，等一下，你是我约的人吗？你是跟我在 iPad 聊天的人吗？啊，他来了！我还以为你会放我鸽子。我是真人、okay. 我是真人、okay. 你会害怕上镜头吗？不会，还好。那很 OK 啊。没有，我以为真的以为你要我买点数卡。我真的没有在卖点数卡，真的、okay. 我不是那个，我是娱乐的，然后大家就吓到就不敢。我现在直播，刚刚我在跟你聊天的时候差不多有2000人，这是我刚刚约的人，你来了。好开心哦。昨天还今天下载骗人，每个人都马上说。够像。等一下，我要先看桌面。为什么桌面是女性？就我喜欢这个女性。你喜欢这女性，你就喜欢的人了。那个明星啊，你应该也知道。他有喜欢的女性，然后他来跟我吃饭。我现在是很认真要跟你吃饭。大家都知道吧？很认真要跟你吃饭哎。不想认真来跟你吃饭。那么，那我们准备进去哦。这间火锅很好吃。你要不要坐我旁边？坐你旁边。就坐我旁边啊。我全程放着。哎，他很大方哎。I knew he would be my best friend。哎，你刚刚那一位去哪里了？刘律师，你看到我这段话，你要截图啦。好，因为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。我在一年前还是国泰航空的空姐，上个月开始做 YouTube。你有看过我吗？怎么可能？我到我这边讲，啊，这是我跟另外一个。3天没洗澡要被发现了。不要乱讲话，我跟你讲，通常这种直播啊，他们讲的话都乱讲。他怎么知道我在哪？他们可能给你取外号吧，就是我外号。你在外号上拿豆。你坐这边啊，你自己吃你自己的。我们可以聊天。请问你有订阅吗？你刚订，也知道要刚订是不是？好，今天不是你的局，我不想跟你聊天。你现在就讲到这边有一个桌子，我不想。感觉刚毕业。那你自己吃自己的 ，OK？ 是我自己的，可以吃自己的。我现在要好好跟他聊天，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自己？看他们，跟我就好，你不用理他们，就当这边没有人，这边就是空气。啊，叫这样直接秀本人吗？哦，不是吗？哦，也不用你想要讲说你做什么啊？对，然后我是从事男生做保险，不是不要让你保险。你在做保险的？对，不是不要让。哎，现在美金那个好像不错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有什么好的保险可以买？有没有拉？没有关系啊，没有关系。哦，政府有规定不能这样讲吗？哦，他竟然帮我擦碗的，你太感人了吧！你帮客户需要擦碗吗？擦碗的。你不是长辈好，他
会不会先去洗手，然后就打电话给那时候他的朋友说 Oh my god， 我今天不知道干嘛来的，这个人跟照片长得一点都不一样。隔壁手脚干净点，有没有看过台南八加九吗？什么台南八加九，不要乱讲话。会不会以后有人就是假扮实况，然后说哦，其实我在开实况约你，就一出来就卖点数。诈骗集团，你们千万不要学我。如果你刚刚在外面等，然后看到是一个很可怕的妹子，你还会出现吗？不会，你会。可是会，快结束，赶快结束。就是如果没话聊的话，如果有话聊那 OK。那你吃这个怎么超好结束？所以才尴尬。真的很难超好结束。我那时候你跟我说你要吃火锅，我说真的假的？因为火锅，我跟你讲，你们第一次约会，啊、你要吃酒的话，就是要吃火锅。对，可是很难找女生会想到搭，就是吃这样丑，然后第二又吃了酒，然后就无法掌控心态。那如果女生第一次约你去她家，你会去吗？肯定说想啊。真的假的？你们会去吗？聊天一定会去。纯聊天的话，去女生家没关系，你去。你不怕被仙人跳吗？对啊，厕所有个人出来就死定了。对啊，等下厕所有人出来很危险的。聊天室你们不要这样子啊。好啊，今天这个我们的 iPad 算是成功吧，因为我们有约出来了。然后重点是呢，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话，记得要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。最重要的是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然后把你们的小铃铛打开，在我发片的时候你就可以马上看到喽。那拜拜。好，那大家也我觉得真的跟本人一样，大家跟。本人跟那个时候上面，跟照片上一样。我先跟你说，恭喜你，因为这聊天室真的算非常喜欢。因为我聊天室就是又小心眼，然后又就是唧唧歪歪，又一天到晚就是很多干话，所以我觉得他们算是非常喜欢你。好啦，我就是你知道我们的关系，因为我们已经，我想一下那个台词，对不起，我想一下，因为我们的感情已经拔丝。这样子可以形容的，不知不觉已经3年半了。 OK， 所以我们就不要在意了好吗？